我站在冬奥会的舞台上，我觉得很自豪。我觉得我应该首先感谢邓奶奶，然后感谢两个刘校长。今天我终于回家了，我见到了我的全家人，我全家人都来接我了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回去可以跟小伙伴讲讲我在北京做的事情，我可以回家吃好吃的，我妈妈肯定已经准备好了好吃的了。我们